那我把刚刚的刚做的这个 delete 呢，全部 delete higher 删掉，又回到最底层，好，最底层，啊，W，可以启动什么东西呢？可以启动像这种东西，modifier 做一些处理，例如你可以给它一个 taper，那，好，我就得到一个不对称斧头，可以用，好，OK。那当然，这些都还有可以调整的奇怪的东西啊，比方说，光只有不对称斧头，我还可以再调得更夸张。那这边这样子不好看，你可以把它反过来变这样，变另一种不对称斧头，啊，都可以。就当你的基本型完成以后，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，它还是有一些编辑堆叠可以用啊，那。你要把这一面缩成这样子，另一面也可以缩反过来，我是反过来用哈。那数值当然要抓一样，那就会变这种怪样子。OK，好，那再把它推回去。好，那我就完全得到一个，也跟我刚刚所做的想的这些不一样的东西。那如果你要接受，就按 Accept，但我只是示范一下，所以就是 Reset。回到 Gizmo 3D，好，还是维持这一只斧头在这边。好，那然后我现在需要中间这个，但是我想要做的跟这一只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因为等一下我要追加几个，我要增加一些一个组件在这里，所以在这边我不会完全照它的设计做，所以现在开始就要加自己的东西了。Image 3D。啊，为什么我选这个东西？因为按 Auto 点它换过来，因为我要换成 PolyCube。好，那 PolyCube 呢？因为它是这个咯，这样子，它有这个可以设定。我比较可以一开始就直接设到，比方说20对。有点难控制。我要20对20拉不出来。就这么难弄。这个会跳过去而已，啊，不管了，差不多就好。好，但是我知道我会压扁它，所以这一面是不是要留这么多？可能就少一点，这边可能只留下6。好，那回到 Gizmo 3D，就是我要把它变成中间是要用这个方式，包起来，因为等一下我要在上面加的东西需要，一个这样子处理的思维。那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定，把它固定下来，所以这些，包含它的 segment 这些都还有调整的空间。点点，需要这个方向，我想要变这样，我又变回去了，好，没关系，待会再调，这样好多了，Accept，再调整比例尺寸。这样比较是像是来接骨头的架构，好，这一个这样子，那我就得到一个新的物件进来，好，append 进来一个新的零组件，所以骨头现在的状态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当然圆角圆柱这个你也可以等一下再继续加，但我先加这个东西进来。好，
那下一个呢？这个先存档了。然后接着我要干嘛哈？我要做另外别的东西了，document，new document，随便选一个，哎，它放掉，好，啊，先。